薄，这个薄不晓得它怎么写哈，我刻的有点坏掉了，看不太出来，这种最麻烦了，要自己猜，自己猜的话就只好照正常来写了。啊，这个它这个薄这玉字旁写的好低呀，竟然戳在个点下面，没关系。好，一般我们的薄哈，这里看不懂哈，没关系，一般我们这正常的哈，可能细到粗。好，这是一个横画的，它上面这里有点，搞不好是写这个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，这是一个小字，那左边有一点，然后右边一点，那我觉得它可能写成一个撇吧，是有点可能的哈，没关系，这里只能猜了，因为反正也没人知道它怎么刻的，除非找到另外一个跟它一模一样才知道怎么刻。哦，那个魏碑里面很多刻碑，到最后发现很多。两个碑一模一样的也没有很多啦，才有时候会发现两个碑是一模一样的啊，代表他其实他一个碑可能刻过2次，只是名字不一样哈。反正卖嘛，只要把名字改过来就好。里面的句子都很棒，都是优秀的，管他杀人放火，反正都又死人死为大。好，